在这儿等我，不要乱跑。嗯，好。老夫人，走，快走！住手！我哪里得罪了魔教，竟下如此狠手？我要死个明白！我们奉尊主之命取你性命，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再说一遍，你是奉谁之命？谁？何人这么嚣张？出来！你既奉魔教尊主之命，竟然不识得尊主。是鸿飞。鸿飞是你叫的？安警长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快来啊，再演就要穿帮了。哼，鸿飞又如何？今日我就替江湖除了你这魔女。呀，谁派你来的？是诸位派你来的，对不对？祖母，我来迟了，您受惊吗？小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呦，多亏你这个小机灵鬼救了祖母啊，扮得真像啊，我差点就相信了。祖母，啊，诸位果然迫不及待要杀您，还好您事先发觉。还得感谢那个小亲家，他的传信神器。